讲一讲那天讲的那个书，有些人没听说没能参加，所以今天来了，我们给大家再补充一下。练书中啊，它是由着所有的关节，从由颈关节开始，一直的松到这个脚底下踝骨那关节，最后全身放松。练的时候呢，一练先松上，松这个脖子的时候怎么松？就是两手松握拳，松握着，然后放在这个两个肾腧穴，放在这儿。这时候脖子做顺时针的旋转，松松的。有些人可能一转起来，他就嘎吱嘎吱响。那就证明你的脖子，特别你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，你老是一个姿势，包括看书、打电脑，你就容易造成这个。顺时针就转完了，逆时针就转，也是转6圈，各转6圈为1次，要做3次。下边就是肩肘腕放松，肩肘腕放松啊，实际看起来是6个动作，实际是3个动作。大家看，开始手搁这儿像泼水似的，一、二，你看这手不动，手胳膊不动，到这儿往前松，两个手背，三，到后头看这两个手合着，后三动就是前三动的。4，你看，刚才不是从这儿来吗？5，刚才不是从眼下来，给我补一下。6，1，
面做顺时针的旋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反逆时针旋转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顺人的旋转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逆人的旋转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顺人的旋转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逆人的旋转，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停。下边做膝踝放松，这个脚得并上，蹲身，两个手捂着膝盖，现在围着脚转，顺身的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逆身的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停。这个膝踝放松，特别膝关节，我们做每天能够做转这么两回就可以了，因为转多了以后有容易膝关节容易。下边全身放松，放松的时候这个手啊，抖一百零八下，松着抖。然后上下走。